艰辛奋艰，好多好多的机器，而且彻夜失眠。A light shining through. You're barely waking, and I'm tangled up in you. Even the wrong words seem to rhyme. Out of the doubt that fills your mind, you finally find you and I collide.也真不容易了，三十年了，终于降自己了。这么一把降自己了，因为有一就有二啊，剩下的喜事连连哦，喜事连连啊，继续加油。Is it the look in your eyes?
是由我们的这个可心要来送给我们的这个陈辉的爸爸妈妈，也是他最爱的公公跟婆婆，今后就请婆婆能够多多的指教哦。来，我们陈辉也要给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哦。今后就是一家人了，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够把这个父母照顾得很好，能够让两位老人家能够身体健康哦。那么同时呢，今天我们的这个可心能够有这么幸福的归宿，美好的姻缘，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岳父跟岳母哦。所以我们的这个陈辉也要来献上他精心准备的感恩花束。当然我们最这个可爱的小两口也希望给最可爱的爸爸妈妈来个这个真心的拥抱跟感谢。女儿不管走得再远，飞得再高，心永远都跟我们的爸爸妈妈紧紧的相系在一起。那么希望这个爸爸妈妈也要那个保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来，我们爸爸妈妈请站近一点哦，站近一点哦，来来来，靠近一点哦，哈，好，让我们这个摄影媒体团还有所有的亲朋好友们见证我们两家人结合为一个最幸福圆满大家庭的这个圆满时刻，恭喜你们，恭喜恭喜。女方主婚人钱先生、钱太太，各位嘉宾、各位乡亲，大家好！今天双十国庆假日是可心小姐稳定的日子，承蒙大家光临，非常的感谢。其实他们早在1999年9月9日，已在法院公证人的公证下已经结识，已经结为正式的夫妻。今天只是请各位诸位来大家做这个喜气。哦，请大家啊尽快的畅饮。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个可心的爸妈，培养这么好的女孩子，给我的能为做妻子，给我做好媳妇，愿大家幸福快乐，谢谢。谢谢。各位嘉宾，各位亲朋好友，今天是我女儿可心与林思都先生。廖丽亚女士的公子陈辉稳定的大喜日子，承蒙各位远道而来，在这里表示非常的欢迎跟感谢。好几年前就常有亲友关心的问说，你可心什么时候要请喝喜酒？我当时只能苦笑说，请你先把红包准备好，我早晚会请你们来喝的。我今天我实践我的诺言，请大家来喝喜酒了。掌声恭喜祝福一下啊！可心在中学时候，你们刚刚有看到一些以前的相片，她是一个那时候的打扮是白衣黑裙、清汤挂面的头发，戴个眼镜，看起来就土土的。我像一个丑小鸭，但是女大十八变，她长大以后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漂亮，她变成一个大美女。我有没有讲错哦？没有。所以女儿漂亮，爸爸妈妈也高兴啊。啊，今天可心跟陈辉就要结婚了，啊，爸爸妈妈心里万分高兴，在这里祝福你们今后婚姻甜甜蜜蜜。幸福美满，希望你们以后要互相扶持，互相体谅，共同经营你们的新家庭。那这次陈辉跟可心非常用心的策划整个的婚礼，那我们是只是在背后稍微关心一下。那尤其这个陈辉他很用心的设计了这次的喜帖，那这个喜帖呢，我们刚拿到的时候就觉得很特别，非常与众不同。那尤其他把陈辉跟可心的名字用在喜帖上更有意义。那这里面成喜帖的后面有三句话，那我在这边借用你们的三句话，希望
你们以后结婚 的日子，就像你们契约上所写的，一生承诺，千里厮守，一世心意，七折以共，诚心相伴，白头相随，写得真好。那希望这几句话就是你们以后结婚以后的誓言啊，一辈子都要遵守。那今天我也很高兴有成为这个女婿，以后就是伴子。那今天是一个很高兴很快乐的日子，希望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那最后谢谢大家的光临，你们的光临就是我们的荣幸。那高兴的时候就要多喝点酒，那我们有准备啊，你尽量的请不要客气。那你喝醉了，我们这边离车站很近，坐车就回家。那再醉一点呢，这饭店也有房间给你们休息。那总之再次谢谢大家。我们钟园长平常拿麦克风啊，今天没有拿，有点奇怪，要不要讲几句话？眼泪都要掉下来，所以我在这边平常太多话了，今天给老公机会，所以我今天就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光临。好的，请大家一起来举起您桌上的这个酒杯好吗？好，酒杯举越高代表我们祝福越多越满之意哦。好，来来来，好棒好棒的这个祝福，让我们大家一起畅饮幸福，请干杯，干杯。I think I want